吉公主求助黑暗力量，却变成木乃伊，被封印在沙漠深处，却因为侏罗加一城的神秘邀约而被唤醒，参与侏罗城隍夜巡。火焰舞蹈团演出人模鬼样神鬼魅影舞中剧，为嘉义城隍夜巡活动暖身。有没有机会遇见下一个好女孩？还有剧团打造了侏罗城隍中原记的专属短剧，来自嘉义市和云林北港的一对青年男女，在城隍庙祈求姻缘而相遇相恋。嘉义城隍庙的城隍夜巡活动将在农历8月1号，也就是国历9月3号，中午12点30启动。今年将请出北港妈祖、龙王尊神和嘉义城隍共同祭天，重现百年前的历史。在光绪年间吼，因为旱灾吼，嘉义城隍吼，邀请北港天上圣庙吼，甲咱嘉义市的这个龙王吼，共同来祈福啦吼，功德圆满吼。也是讲，阮三间吼，非常非常的密切啦吼。啊！即拢做迄求佛拜拜的密切的，迄款来做供庙安尼。重现历史的同时，也与时俱进。这次将会有一尊结合 AI 科技、高达375公分的城隍机甲，坐镇嘉义市中央喷水池。今年在我们的中央喷水池，在晚上7点的时候，也有个我们城隍机甲，我们的机器人要亮相。我想这就是我们每年城隍庙一直在创新，传统与现代科技结合，嘉义城隍庙展现宗教文化新风貌，渴望吸引更多的年轻族群参与这场宗教盛会。民视新闻证人文陈子平，嘉义市报道。